第四十四题，拉力作用的功率为多少？我们晓得功率的公式是 P 等于 T 分之 W， W 是作功，作用的求作用的方法有一种是根据结果，结果是能量的改变，一种是它的方法，方法过程是力量乘以位移。这一题呢，我们施力的是60牛顿，它沿斜面施力，所以位移要找沿斜面的，要互相平行，所以是2公尺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作功是120焦耳，然后它总共花了呢叫做3秒钟，所以出来呢就是40瓦特。所以呢第四十题问我们说拉力的作功功率为多少，我们答案选 B， 40瓦。